你在三国，你是周瑜还是诸葛？若是你在三国，谁的谋略你是为上策？若是你在三国，快意恩仇胸怀广阔。若是你在三国，你将天下如何分割？在中国，在当今强大的中国，你的工具和你的谋略远比三国要来得多。只是你的胸怀能否比得上诸葛？只是在当今中国，你怎么能将天下分割？将天下如何分割？若是在当今中国，你将天下如何分割？若是在当今中国，你将天下如何分割？若是在当今中国，你怎么能将天下分割？